等一下，你头上有这个？哦，别那么警惕。昨天在天行峡不是答应你，只要你送我去烧周建，我就不会再逼你和我生孩子。我说话算话。你怎么突然就……强扭的瓜不甜，天下好男人多的是，不止你一个。以前表妹老缠着你，现在突然不要了，心里是不是很不是滋味？薇姐，好好谈谈。